特别跟大家分享的，先来一首呢比较抒情一点，因为时间比较晚了。阿嬷说要再演到十二点啊。好，要录影，好，那我来演奏点歌哈，那就阿嬷的点歌。五陪想的刘龙梨啊，这个我是听那个许富凯老师唱的这首歌哈，啊，等一下最后呢再来演唱了哈，掌声鼓励。五陪想的刘龙梨。
好了，今天呢我们就演奏到这边，十点已经几分了哈、哦，哎、欸，大堂都无被走哦，哦，我拿魂你各各手哎，啊你们真的都坐着了，现在我没有看错，十点了呢。最好几句哦，还没有唱歌哦，你没听我唱歌哦，啊忙糟了哦，哦弄做这歌曲不？我跟大家今天最后一首好不好？最后一首我们堂哥 uncle 啊，要 uncle 下礼拜六再来找我，啊下礼拜六每我调查一下每个礼拜六都报到的举手。好，我举着，我要看哦。好，算，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好，那我就来再演奏一首。啊，后面的帅哥都好像我第一次看哦，抓到哈。好，我们最后来演奏啊，演唱好不好？演唱，我跟温达老师特别准备这首歌留到最后，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哈？因为这首歌呢，要在最后演奏，是因为它的歌名哈，是这首歌呢，其实是一首西洋歌曲改编过来的。西洋歌曲原本是 Martin Gary 所带来的歌曲 I Surrender， 那 I Surrender 呢，他进来到台湾之后呢，被林志炫改编翻唱，改编的曲名叫做没有离开过，没离开过，所以呢我才会放到最后一首呢来跟大家分享，因为大家怎么样做到现在没离开过，掌声一下。好，今天最后一首歌 就是送给你们、哦、留到最后的朋友啊，跟温达人来演，用演唱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，好吗？好，掌声鼓励，带来最后一首歌曲了哈，没离开过，谢谢。
现场还没有掌声鼓励一下。感谢大家。好，今天呢就演奏到这边，有史以来最晚的一次啊，要也分享一下唱歌一下，虽然唱歌是我这个比较溜工啊，那也欢迎大家来听我的这个拿手的乐器萨克斯风，每个礼拜六呢固定晚上8点到10点都在这边陪伴大家，星期五呢8点到10点由我的老师来为大家演奏，谢谢大家今晚的莅临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夜晚，我们下礼拜再见了，拜拜。